一直以合理价格提供优质无线产品的 Rapoo， 近日推出 S78 有线和无线两用耳机，耳机同时提供有线和蓝牙 4.1 无线的传输制式，支援 NFC 快速配对，还可以二线材连接其他音响设备充当中继器，值得用家留意。Rapoo S78 耳机的外观活力新潮，备有黑、白、粉蓝、粉红和粉紫等颜色，两边的耳罩改用了三角形的设计，令耳机的外观更有新鲜感。 S78 提供11段的长度调校，适合不同头型的用家佩戴，耳罩亦都用了柔软的物料和厚实的耳面。另外，为了方便用家外出携带使用， S78 可以折叠收藏，还附送防尘袋加强保护。耳机同时提供有线和蓝牙 4.1 无线的传输制式，当中的蓝牙 4.1 制式除了支援收发数据功能之外，亦都会在首次成功配对之后，在用家日后再使用同一装置就会自动配对。同时 Rapoo 在头戴上面增设了 NFC 晶片，以 NFC 的方式就可以进行配对，免却繁复的步骤。 S78 亦都支援线材连接，当耳机侦测到 3.5mm 音源线被插入之后，按下左边耳机的蓝牙或者线材切换键，就可以切换不同的装置，互联充电接线以 3.5mm 接口为耳机充电。音效方面， S78 的高中低频平均，还加强了重低音的输出，在音色部分作出优化。 Rapoo 还为用家制作了 Rapoo Music 应用程式，也有播放功能，自动为用家搜寻可配对或者已配对的播放装置，亦都可以开启或者关闭蓝牙、NFC 配对或者传统蓝牙配对等，提供一站式的支援。